无止境拉扯。但是我就像海豚，就是 happy， 上下自我，几个拉起的头，就不像你头晕难说。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。跳着吧，大神。欢迎收看《挑战吧，大神》。好，观众朋友，现在是要连赢我们三次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东方不败的麻将桌。好，我们是大桌面，这个小牺牲、超薄、好收纳的东方不败电动麻将桌一台。当然，想上节目挑战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来，欢迎今天四位参赛的，第一位呢，那不在话下，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常胜军，对，而且拿了我们十几万奖金的，上一期又拿了我们20000多。哇，而且呢是这个连续赢了两场，好不好？今天赢了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电动麻将桌一台，欢迎凯欣。我刚好没有麻将桌。你没有关我，关我们节目什么事？没有，我在暗示你，不是我在暗示你，有听出来吗？暗示他想要，我在暗示你，对对对。你暗示我，我告诉我演艺圈我送了好几个麻将桌。哦。对啊，是要搬家的。我最近有搬家。你搬家，你没跟我讲过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对我因为不好意思，他不轻易开口，对，比较低调，有些脸皮厚了会跟我讲。小优啦，那种的。小优对小优。哎，小优，我送他是这个冰箱，冰箱，我知道，是不是？哦，不好意思，高级冰箱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靠自己，今天靠自己。当然，我告诉你。靠自己才是这个长久之道。没错没错。你将来你婚姻以后也要靠自己。我男人靠不住的。除了靠我。好吧。靠爸爸。好吧。好，感谢加油哈。好，今天到最后一场了。好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欢迎 Sunny。你好，静音。我以为他，我以为他是没有声音的人。刚睡醒，刚睡醒，你好。刚睡醒啊，三林，他平常团打得好吗？还行，还行。啊，今天帮我们守住麻将桌。好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旁边那个已经赢了我们20000多的现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欢迎哈，三林。来，地上唯一的男生哈。郭坤城，哎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坤城。坤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住哪里啊？我住台中。对啊，哇，你看为什么不轻易问？我一问就知道，一看就是外县市来的，真的厉害哦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你今天来的更早了。还是昨天就来？昨天就先来住了。昨天就来了，对，不然会来不及。就平常没有那么早起，没那么早起，不然睡过头。还是有带马子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来这边找马子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昨天在夜店玩了一轮。哎，我在问他，你一直打什么了？不奇怪了，我要找马子。哎，对，找马子。年轻人的话题，我想参与啊。好，来欢迎台中来的坤城啊，谢谢。来，最后我们欢迎，哎呦，这是我们明星哎，刘玉玲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玉玲。啊，玉玲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人家一看到，哎呦，刘玉玲会大明星有没有？会不会常常这样子？女打仔常常会哈。对，哎，不过这长得也漂亮了，是不是？结婚没有？结婚了，几个小孩？两个。哇，看不出来。几多大了？大的高二要升高三。哇塞，大的高二了，要升高三。你几岁结婚啊？29。啊，2829。2829怎么可能？保养太好了。那你保养的真的不错。好了，欢迎大家哈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啊！今天唯一的男生啊，坤城不容易哦。对，我们上一集有一个男生，第一东风就三娘教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他败部打上来，然后就最后跟他挑战，败给他了。他想太多了。啊，想太多。他真的想太多，烂尾。他本来听58万，他摸到7万，他呢昨天放了一个 Nico 7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说，哎呦，今天7万是不是？不祥之兆，结果他听对倒，放6万给他卡上。我懂，超烂，我听超烂。你看我记得多清楚，真的，因为我牌真的超烂。要不然他那一把胡的可能就不一样了，我也不会输他24200。都是他害的，重点是这个浮沉，重点是这个，好不好？来了，这是今天第三次啊，来开门，来麻将桌来了，开十，十，看四下的牌，庄家凯西，嘿，玉林的牌。关城，摸起来。Sunny， 好，来庄家来，南风。西风。南风。西风。西风。一鸟。北风，
风，白皮，南风。坤城有没有睡吧？有，睡很饱。台中来的哈。对。你最远，加油啊！他前一天七点就睡了，他住这，他去了也一万，太糟了吧。发财，财，发财，发财，嗯，六桶，九饼，九饼，九饼，哇哦，哇哦。吃八饼，九条，放一个，五条，七封，吃。没关系，嗯，中，碰，一笔，来，先拿进来，先拿进来，好。八笔，六笔，三笔，二笔。四饼，四饼，好多饼哦，都是饼，来个不一样的，四万，吃，哇，被吃掉了，谢谢，我也要吃，五万，五万吃，来先吃进来哦，哈，五万，二万。七桶，五啊啊！我听这么美哎，我听四张，我听四张哎，听超多的，他听超美。你在问我吗？我看得懂。对，我说我听超美吗？我吓到哎，我真摸不到。我告诉你哦，他这个牌啊，他那个两张孤张，不打，从头到尾没打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而且他一条说他竟然先打了这个六饼跟四饼，一条放在那哎，红中庄家两盘。好，中路赛区第二把，玉林庄家。啊，十，来看四张牌。庄家玉林，大连庄，宽城，吴起来。庄里的牌，华子摸，海西，麻将哥，南风。南风。花。南风。小套，我们奶神觉得满意，跟你想的一样。九饼，要会胡才有用啊！真的，听四张也没有用。碰，碰，碰起来，碰起来，碰起来，秒猜一二饼。六条。真的听四张也没有用。碰碰碰起来，碰起来，碰起来，秒猜一二饼。六条，八条。烫到，再补花，东风，来白皮，哎呀，白皮又一只，花，六饼，五一个，
二万。碰。来，先放进来啊，好。对对，不要着急。三条。好，三条。甜的七万。有甜哦。有甜哦。是个卡方。这样要猜一个对。这么小声，四万。哦，没事。哎，三条，想打够。九饼，九饼，西风，四万，这么多。哦，刚刚猜对。好。四万，四万，跟着上加打，对，九条，一瓶，怎么了？哇！拍倒下，拍倒下来，好厉害，厉害！再打，拍倒下来，来打打牌。啊！啊，他碰，啊哦，他碰二万。刚才你二万没有碰的时候，你二万没有碰的时候，你有三条，你已经拼牌了。对对对 ，Nico， 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没有啊，我没有，台湾没有在玩这个，所以我不会玩。他不知道玩 Nico 了。对啊。好，没关系，自摸二花啊，两台的三台。好，来东吴山圈第三把，来坤上庄了。十一，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坤城。胡一把吧。庄你的牌，再自摸一把。凯西，我才要自摸。玉玲，我也想自摸。好，来，大家都要自摸。来，南风，好的，打那可以。南风，南风，北风，起来。六饼，知道了。个小鸡，八万，发财，二万，哇，两张二万。三万吧，十张，二万，一万，这个呢，四笔，总共哇。来，牌倒下来。我跟这三张哎，我还要猜酒桶。你看他刚刚漏碰的。白皮庄家独定三台。哇哦！好，来东风三圈最后一把，报告四家的积分。好的，现在分数最高呢，什么生理是八千分，然后我们的凯西呢是3600分，玉林4900，然后坤城现在最低是3500，哇，差一百，差一百而已。好，就你们两个其中一个要走了。好，三里庄家，十三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三里，天空达，凯西，玉林的牌，我想自摸，昆城，回喜。好，来，你出牌了。南风，三里的牌，抓一张进一张，抓一张进一张，牌都很烂。南风，我其实牌都很烂，真的很烂了。南风，不用打那么，那就跟着打南风。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，好难呀、啊。东风，卡四，北方，
八万。红中。红中。红中。一万。来比。跟打。会跟。二条。四条。吃一个。四条。吃一起来打二条。哦，也吃到了。哇，总共一条。哇，真好。五张。下一支。七条。哎呀，这个牌太快了。真的啊。是什么？我感觉有在听吗？没有吧。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可以不用奋斗。他说终于知道在聊，等在等，你知道吗？害我不知道打哪一下，我一跳，他开心了一下，我开心了一下，十万要四条，一零七条，好好好，碰碰拿进来，八条，压力回到我身上了。一条，刚才松了一口气了哈，吴坤腾。对，想靠女生哪不行，靠自己你。八条，女人碰，改出了一张，九饼，三条，五花。四条，北风，碰一下，得先拿回来。八条，打黄是坤城输啊，所以坤城要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差一百分。二筒，自摸啊？什么？你还等了那么久？发财。队长，看看，这哇，有想法，第五八条还去碰啊？哦，真的，对啊，哦，我直接拿三条，我下一张会放倒下，坤城，因为被你吓到了，就想说，哎，是不是要碰？不是为什么？哦，他本来是六六七七八，是不是？哦，听五八啊。你写要怕百魔力啊？会啦，你吓到了啦！怎么没有吓到？你刚刚捏条的，你要七条，我打七条。管他什么事呢？他想到我要把他说要碰要碰。这五八条你不知道在听了吗？你刚刚知不知道在听？不知道啊？没有啊？好，就摆平好了。他五八条他听这个搞不好没事啊，误打误撞。五条我抓了。没有啦，他八条一定会出来的。对啊，他自己要的。对的。好吧，这一次我就把坤城一百分给干掉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不是，这就是你没有经验。如果今天我是坐你那边打，我这一把怎么样我都不胡牌，怎么跟着打？因为我不会输嘛。他那刚才落后一八百分呢、啊。对，他刚才第一把放了七百还是六？没有，我赢他一百分，他赢他。不是，他没有放这一炮啊。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不放炮，你就一定过关了、啊。对。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拼啊。那你这边就是发财自摸。嗯。好，两台的三台，好了，东风的我们坤城淘汰。看看。啊，这叫经验。好了，我们南风逆转胜。来，马上我们的南风逆转胜了哈。所以打我们这个比赛的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啊，如果你分数领先了，有人比你后面，你就尽量不要碰碰，你就可以过关了。我昨天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你不是你一路都这样子？是苟延残喘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这个打比赛的这种哈技巧。来，山里，你累积的分数最高7000了啊！加油加油！十三，看四张牌，专家山里，凯西，可以，玉林，继续自摸，小心，进进进。来出菜喽！出菜喽！东风，东风，东风，好，正好，来跟着大家，东风，
发财，北风，八条，谢谢，吃起来。六条，条，北风，抉择的时候，抉择的时刻到了。三万，嘿，怎么？哇，厉害厉害！我自摸的，哎，没想到自摸了，自摸台，一台两台。好，我们南风绿船是第二把，海西庄家，庄家，二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凯西，嘿，玉林。王嘉欣，再接再厉，三里，加油！哎，西风，西风，北风，北风，喂我一个。二条，二条可以，这么 happy， 可以，来九万，我也要，哇，真好，太开心了，四条，哇，甜的，哇，动起来了，一条。一条，嘿，感受一下，八万，自摸，这么快，放着放着，对，放点点上啊，哈，嗯。好了，南风绿船是第三把。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玉林。大连庄。王嘉欣。庄家为我。三林。加油。开心。你怎么一把吧？玉林把牌子靠桌。啊，对，牌子靠桌哈。西风。红。有人参考。捧一个，捧一个。东风。南风，碰，一直跳过我，摸不到牌。北风，对，他打的可以。
9位。红中。没人哈。没。砸牌了。东风。一桶。笑出来。八桶。南风。九条。1万。二饼。是不是？东风，七笔，老天爷、啊！跟打一个七笔。恩选，三饼，这么会跟，当然，很角色。二条，二条哦，喵，这么好笑。你自摸，你给我滚！他刚翻掉是不是？真的吗？看他牌就是 Nico， 你回来办坐。哎呀，是自摸的感觉。虚什么虚呢？烦死了！烦死了嘛！这有点危险哦。七条，吃，就等你这张。我要哭哭了，很危险啊！红中。三饼。你干嘛？干嘛跪气我？没关系，这是今天，这是老天给我今天的暗示，摸到了。真的还假的？好没有。摸到炮牌。应该是我的吧？我的啦。搞得我很紧张。啊，这有点久之前嘞。这有点久之前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八条了。哎。没有。揪筒，你要帮帮我啊，拜托啊！四条，四条刚，剩这些了是不是？快没了，七条。嘿，到底听什么？嘿，单调很难呐。这个东西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是我的吧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这个真的不好意思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放起来啦，你等这个的话也是时尚的那个啦，走啦。是吗？碰？只是碰而已吗？还可以碰吧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，只是碰啊。7万，哎呦，没事哦，没事，没事，36饼，还来啊，七条，好多、哦，奇怪，9条，9饼，这个
是给他抓黄了，抓开要黄了，没道理啊。九万，吐了，三六九万，哦，那我258怎么给不了？好久了。倒下来，我的258也没了。想说为什么一桶四桶选？哦，四桶在我这，它没了。你最早掉发财了吗？那时候没有没有，发财那时候还没到，后面才对到的。后面才上到的。对，三饼四饼选，他绝对选他六饼出来，一饼出来不是掉三饼，不是很好吗？没有没有，但前面一饼已经出很多，想说那四饼应该马上会出。哦，对，好，南风一台。好，来，南风你转胜，最后一把报告你们三个人积分哈。那个最高的还是桑尼7700，好强哦。然后呢，第二高的啊，没有，凯西是3200。对，我刚刚在自摸。第二高是玉林3400，那你们俩差200，因为他庄家被人家自摸，他多扣一台，所以你们俩差200分，跟第一 round 的情形很像。来，差100，这是差200。第一 round 是一台是100嘛，那第我们知道南风是200。200。对，加油啊！都是一台。走。西川，来看四张牌，转向黄乔欣，加油！三林，凯西，玉林。好的，先把困难打掉。西风，南风，北风。六条，六条吃八万，一笔，好，九笔，怎么了？可以吃吗？好吃，哇！这么好，吃吧吃吧，二饼，好吃吃吃吃，三条，碰一下，这么好打，好，九万。打四五六，跟上，等很久了是不是？整个跌倒，白皮，好像久等，八万，东风，七条。九条，杠。他杠杠还不干？他杠嘛？啊？他杠啊？你叫他不要干。分分给我们看。什么？啊？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了。七条。外面看清楚再出声音。怎么了？不要盖牌。他说不要盖牌。要杠，你杠牌，他不要杠，他以为你一装的时候盖，他以为他不知道你杠牌。八条哦。西风，还有字啊，怎么会？真冲，怎么办？没事。真冲啊！我很落后。不冲了不行啊，最后一把了、啊。再杠一个，四条，没四号，来了没？啊，九万，你还有四张牌，哎，没事，怎么了？没打错了呢？没西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没事没事，阿乔你打过了，安全安全。南风，嘿咻，八条，五条，啊，王是凯西输哦。对啊，是要留局了吧？我不确定哎。挑战吧，大神。
五条。打王是凯西输哦。对啊。是要留局了吧？真难。这个我不确定哎，比较深。七千七，不用怕。哦，不用怕，你就放了让我补一下。那我随便放。有吗？啊！五万！我这么准吗？二五万，我好准啊！好搞笑。这牌打的也是怪啊。不是你这牌打的也怪。还倒下来。不是啊，都放吗？不是啊，你这牌也怪啦，你二万四万都危险啊。对啊。那你为什么要换呢？因为你刚刚说他七千七，我其实原本想放九桶，但想啊 ，OK 啦，因为他已经让他胡，但他放了也还没走嘛哈。不是不是，还走没有走，就是讲牌理嘛。你要打，你摸了二万跟四万。对不对？那你四万还比较好打啊，一四万啊，二万都没线啊。对。那你要不然你就要不然打臭掉，你就打九品都没事啊。要不然你选一个二万。谢谢，我刚刚有勾他脚啦，两下这样子。我感应到要分他钱了，我才刚讲完呢。是。谢谢 Sunny。这边是。不可惜。一花红中，好，两台，好，所以玉林可惜了，被人家放掉了，玉林淘汰。来，结束。来，我们西风冠军战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。好，现在奖金呢是14000块钱，领先的还是我们现在，哎呦，东风南风打得不错的哈。哎，他是手气好，他打得还可以了，只是刚刚把脑筋哪里烧掉了。对，而且没有牌的，根本就打球饼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牌理啊，不管是你领先或落后啊，那如果你要冲，要冲的有合理、有道理的。好，现在凯西跟你哈，谁是西风？像凯西打赢了就赢了哈。来，女双家，电动麻将桌都看这个西风圈。真的。五字形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双家三里。凯西加油，进进进。小徐，王小新，我一个。出菜。难打掉就不难了。哎，红中。春季。大饼，红中，鸡，一饼，西方，五花，北风。南风。发财，九条，再补花，我猜个八条，发财，西风。八条，七条，七条，大饼，吃一个，第二张吃，好的，后面抽来的。哎，想想要猜什么呢？八万，二筒，五条。大饼要一个，第二条，来这一张真的是八万，八万，
三饼。来一个，哎呀，是红中。又来八万，吐血，吐血，西风，杠，八饼。西风味道第二把，好，十二，看四下牌，小江、徐凯欣，字母来了，小徐、王嘉欣，加油，三里，加油，好，北风，南，发财，发财。中，中，滚滚，五花，东风，碰，八条，饼儿。三笔，哎呀，红中，九饼，八饼，六饼，
是南风啊。补花，发财。我走哪一边？我走哪一边？好，这边三饼，七饼。哎呀，崩崩！八饼，一条。三饼，八饼，哎呦，好多八饼，一条，一万，一下，一笔，黄了，黄了吧？拜托，真黄了。八条，六饼。二条呀！气死了，气死了！好了，走了，没有再怕了。七条了，牛头，还有一张了哈。胡同，七条。我今天，老天一直被烫，交给你了，谢谢啊。这么后面我原本听卡七就有坏到这里，然后自己又摸卡七哦。还没听，都没听，都没听啊。北方自摸四花三台四台，好，西湖观台第三把，我庄家。九，看四家牌，庄家徐乃莹。王小心，我起来。三里，再摸一把。小心，就这把了。来，北风。跟北风。西风。西风。八条。九万。碰。二饼。有够会跟嗯，东风发财，五饼，天哪，天，哎呀，西方发财，进九万。东风，大饼，五花，红中，一换，二条，试下。小鸡，
强。抓不到，是小静。顶儿有颗，哦，舒服，插进去，舒服、哦。无头，来了就你了。哦，三桶，三桶，好，五笔。北风，大饼，四饼，七万，当然就是我，等好久，听超早的，哎呀，我起手就差不多了，哇，你可以六九比一，哦，你要六九，门清独定。好了，我们新风冠军战最后一把，这两位的分数呢？一位4400，凯西啊，2800是山里啊，才差1600，1600，你一台就该糊他了，一台糊他，哎，加油。那糊我们的话要四台，哦，4×32，抓我就对了，要1700，糊他，所以不是糊他，自摸，要不然就替四台，对，糊我们来。好，最后了，我的。来看试驾牌，庄家黄乔欣，传喽，三里，西摩，凯西，耶，小徐，出战，好，打东东，这边北风，我一打东东，东，发财，白皮。对，来滚滚，小鸡，补一下，南风，哇，一条。八万。
我会打三万，不会打的，你瞧他怎么会打，我都不打的，被他了，开心，帮你结束这一切。哦，一桶都对了，吃不到，我要猜了。所以结束要输了，就没办法，不用算了。所以恭喜凯西获胜。最后，还没好，还没要种子，他现在是种子。哦，我说因为总子不赢了就赢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要卫冕，我要卫冕才有。我要打赢那个啦。没有，那个那要不是从此要两把牌赢，他怎么可能？不一定哎，我昨天有两把赢。那是你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哪个看好你？我们拜不复活赛。 好了，现在是我们的拜不复活赛。好，这个今天铜奖金的$10,000加我们的种子$5,000的是$23,000。你们三位打上来还可以挑战，好不好？三位的麻将，怎么样？哎，要让我能够跨麻将不多啊，打这个不错吗？会不会打不错，但是呢，还是要战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玉林，你开门。十一，把它开三家的牌。 张嘉玉林的牌，宽城，火起来，张毅，再胡一把，好，来可以出菜喽。北风，好彩，北风，南风，怎么倒吸了一口气？ 发财，龙风，抓牌，哇，八一只，10,000，龙风，龙中。 发财，白皮，小鸡，50,000，七条，七条吃一个。 六条，3万，1秒，10,000，6万。 四笔，四笔，吃一个，吃起来，然后打个2笔，捅一个。
条。一饼。一饼碰。卡巴饼，大家声音都大一点啊！那个声音抵你们三个的。二条哦，碰。九条。白皮。摸一张吗？红中，是红中。九条，八万，摸个四饼。结果你摸一个绝世，我也要撕了。你十七牌自摸呢，竟然摸到绝世。庄家自摸两牌。好，败不破绽第二把，来坤城。坤城。起的牌起那么漂亮，还被他赶上。十二，看三家的牌。庄家坤城。放我摸了。帮你，我要自摸，再摸一次。好，来。好猜，碰，来先拿好，北风，白皮，北风，白皮，西风，北风。西风，好烫。红中，一饼，红中，九饼。希望难九饼问一下问一下懂九饼，你也挺多写的嘛，你也很多大字，一万，碰一万，拿进来，拿进来啊哈，一万，三万，七饼，七条，哦对，七条，是七条，是七条，给他吃就对了，吃。好甜哦！八饼，八饼，九万，九条，八万，五万。
八条。碰，小踢碰起来。好，拿回来。三条。对，那里。五花。哎。又是五万。六万。自摸，拜托。二饼只能冲了。点点要看一下，好好。七筒，我也要自摸。一饼，摸一个，五万。我也要摸。摸，加油！我会加油的。四饼，南风，四摸，四条，五了，十二，输了。啊，你不凭自摸吗？没事，第二把，第二把。先摸，牌倒下了，否则你们好像都贴牌了。我刚刚过你水，真的啊，真的，听懂吗？恩将仇报，二五饼，好，庄家台。好了，半步过站，最后一把报告你们三个零七分啊。现在分数最高呢是我们的玉林是7200分，然后昆城呢是4700，桑尼3100。好，待会再告诉你们两个要摸几台。好，来桑尼开门，加油。看三家的牌，三家三零，玉林的牌，我要晋级，昆城必须要自摸，你要胡他三台哈，好，记得，要不然要自摸，来出菜，出菜喽，东风，顾水要顾自己嘛，哎，当然要要要啊，除非你过自己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当然要过自己啊，过水当然过，北风。碰，所以你要算台哈，如果台数不够就不能吃碰，啊，你可以吃碰，因为你可以拼字母。对。南风。南风碰。我再弄个门清。嗯。门清都一摸三啦。二万。不要门清啦，你庄家自摸，待会再有一个四花，哎，或者是有什么。有了，我有三台了。有三台。有有有有摸到了一个有台的东西。九笔，九笔，二万，二万有一只，二条，白皮，五条，吃，被钓到了，七。二饼，我要自摸才会赢啊！哇，没错，我相信我可以。你们就放吧，就放吧，我不会唬你们的。九条。三条。三饼，小鸡，花，一万，七万，白板，南风。八万，现在好紧张。
会很紧张。花花花。那你的四花都，你的四花都在我这里了。对啊。我可以再多一台啊。他说他有三台。四条。吃。不要。这个压力很大，我要好好想一下。我不会唬你啦，不怕，担心你。这个六饼，六饼，九十之争，五条怎么都是条子啊？哎，你这样讲就不是一条子了。啊啊，抱歉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会唬他嘛。对啊，好，没错。还麻烦你们不要丢口袋过水。二饼。吃，不要再吃了。这个后来居上。拜托，我只是要摸一把就好了。六饼，只是吗？嗯，只是。对。啊，我也只是摸一把就好了。该你，该你。哦。啊，七桶。两个都要拼四摸啊。六条。三饼。来了来了，小鸡。这么难摸、啊。五万，你的牌应该在别人手上。我的牌吗？三条。五饼。拜托。啊！发财。发财。来了。嘿。四万。啊！倒牌了，对的，服了。我的牌真的在他手上。来，倒牌。我倒下了。我的双向三万。我想想就知道，一定是听到他手上，还没看摸这张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对，都没有。好吧，服了就赢了，没有限不限的。一张一张。好了，恭喜了，玉林获胜。来，决战屏风北。来决战北风北，今天总奖金的是18400啊，总值加5000是23400。好，玉林，你要打两把赢他才能够逆转，他一把赢你他就赢了。好，节目的规这个规则，来开门。好，加油，麻将桌我来了。十，看两家的牌。麻家凯西，请看。玉林，不要胡。好，来出菜。七条。两把要逆转是不容易的啊，要连赢两把。条，吃起来。哇，二条，七条，二万，又吃吗？对，十。九桶，五条，八条，一饼，碰一个，哎呀，七饼，哎，我打了他都不要，他打的你都要，怎么回事啊？二饼，八条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五万，九桶，
八万。九万。我吃好多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五笔。挑战吧，大神！五笔。三笔。他到底要什么？三饼，一两，八饼，六饼，一万，五条。五万，六条，二条，二万，一鸟。八条，来了吧？紫哇哇！我的牌叫出，你看他的牌，来来来，一堆万子在那边。哦，可是因为他没有拿到我四，他没有拿到我这个牌，这个本来就是他的牌，他的牌漂亮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四七。对，你这摸了五万，他也不会转，啊，打四笔也可以。哎，对不对？五万的话，你可以拼很多张，你马上自摸。已经五七，四五七。对啊，螺丝啊，他五万换了，马上自摸。哦。哎，不会，他麻将不行啊，玉林，麻将不行，就是刮亏啊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刮亏耶啊！刮亏真的好，我刚超怕他的。不用怕，因为他牌若看不太懂，还亏什么？麻将不是靠亏，真的，亏那是什么？这个当然是要占，但是技术还是很重要的。嗯，好了，恭喜凯西获胜。已经拿了麻将桌了，来，奖金是两万三千四，跟我的决战北风北。来，恭喜凯西啊，连续三集啊，我们观众朋友挑战一样啊，不是一人啊，对，只要任何人挑战三集啊，这个成功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东方不败提供的电动麻将桌。好棒哦，凯西，好棒。啊，你要谢谢的是三位啊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等一下，三位苦主，你看，领奖金的话，从台中来住一个晚上，你看看真是的。哎哎，对耶，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送你们吃营养做保养，健康全面升级的养生机能蛋蛋蛋蛋蛋，好不好？开门，来来了，要对上我的人生的克星，对，克星来了，决战北风北，看两家的牌，庄家凯西，喂，小徐，出菜。来八万，来各位可以帮忙。八万，这么厉害，四条，一万，一万 ，again， 又是一万，嘿，二万。三笔，来哟！我想一想，不要什么一桶。哎呀，你要选到一个他要的，没关系。五条，那我吃你一个五条。五位五交换，交换一笔。
一饼。你不要哎，我猜给你的。六条。吃。真的吃还是糊了？糊了会告诉你。糊了会通知你。你糊了嘞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三六五，来这个，小鸡，春鸡，好，几万，四万。会进，好，冲了八桶。挑战吧，大神。好，几万？四万。会进，好，冲了。八桶。哎呦，就这样子来。五万。来来来，嘿 ！Oh my god！ 六条，五条。我的天，五万。哦，完蛋了。我看一下。好啦，挂牌。那我也可以打开吗？可以啊。喂，抓牌。点点还是要看一下哦，好，待会。抓牌。好，换我来。喂，哎，抓牌。还是你们两个都打开来打好了，看你们两个。我可以打开，因为我不会换牌了。不会换了。抓牌。七万。喂。哦，这张。算了，然后打过了，四条。糊过了刚才。你糊过？好糟糕！糟糕！怎么了？不用移了，不用移了。啊？真的还假的啦？你要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啊。他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要。好了，我糊了，算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就一直喜欢领先过一次。他要领先啊！领先啊！我领先，没有了。后面都在后面，我觉得你好像是今天凯西那边，不是，我本来听三六万带那个带六饼，我已经糊了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听三六万带六饼，我那两带小螺丝就螺丝就糊了，你有换就对了，不是，我就是不要给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下那边的，谢谢你，好吧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要上节目挑战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报名哦。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